要不是你们的侵略者烧杀抢掠了我们的国土，他何至于如此的痛苦？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我们不该卷入这样无谓的政治之争。这不是无谓的政治之争，这是毫无人性的野蛮的侵略。 啥？大巡去找魏豺狼了？对，我想这个魏豺狼肯定会猜到我们在这儿，所以我们必须要马上离开了。离开？你们能去哪儿啊？铁锤那还冻着刀呢。段大叔，我想找金秀姑娘商量一下，看看她能不能想办法帮助我们。 どうぞ。白さんありがとう。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え、你的日语很标准啊。啊，我的日语啊，教我的日语老师呢，他曾在日本留过学，我呀都是跟他学的。啊，原来是这样。哎，金叶姑娘，不必相送了，我自己走就可以了。那可不行，您要救了我们的同胞，我呀怎么样送送您？白俊逸。哎，四叔。 白俊逸，你看我两个亲戚的病都让你给治好了，也没什么报答的。这是一只长白山上好的老山参，你拿着。谢谢，客气了，我应该谢你才对。那行，四叔，要不您先回去，我呀送白俊逸一程。 白金逸，你慢走啊！再见，再见。铁锤，我打听到二妮儿他们的信儿了。你放心。 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们给救出来。秀儿，秀儿，秀儿，你帮我一个忙。 咱俩定娃娃亲的事儿，就算拉倒。哎，你怎么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松开，秀儿，二喜跟二妮儿可都是。该帮的忙我都帮了，于大喜，你要是再跟我提娃娃亲的事儿，我可跟你翻脸了。好，好，好，我不提，我不提，好吧？秀儿，二喜现在就关在鬼子宪兵队的西跨院那边，你去把那个鬼子军爷给。你怎么知道关在那儿了？ 你爹说的呀？什么？你去找他了？啊，他说的，错不了，指定就关在那儿。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说呀，我说我是他女婿，而且你也认了。然后，于大喜，你就是混蛋！你给我出去！哎，秀，别生气，别生气嘛。我这不是套他话吗？于大喜，我虽然发现了啊。 打小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长大了更坏了。你说你去求那大汉奸，你能有点出息吗？秀儿，我这不没办法了吗？我这不要救二喜跟二妮儿他们吗？别生气了，啊？啥？根本没有八路。老爷，五里坡村西头那一户人家根本就没人，那房子早塌了。我们在附近搜了搜，八路的毛都没有。 我看呐，这人那小子胡说八道，耍咱们！走，跟我上药铺，我非抓住这猴崽子不可！老爷，老爷，老爷，千万不能去呀！别说小姐不在那儿，就是小姐在那儿，那药铺子也是您的产业呀！这样让侦缉队知道了，那不就抓着咱的把柄了吗？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啊！我让这猴崽子给蒙了！哎，姐儿。
你说他会不会真跟秀儿？老爷，不可能啊！小姐去年刚从北平回来，这些年跟青石瑶早断了联系了。这野小子准是胡说八道。可日本人一准是他杀的呀！心眼儿，哎，你派人给我盯死了药铺。是。他居然把我给蒙了！我抓住这猴崽子，我非扒了他的皮！我扒了他的皮！老爷，我现在去盯着，我现在就去盯着！我扒他！我扒他！你呀，就是个蠢货，是个白痴！不是，我白痴你什么了？我白痴。魏姑娘，杨大哥，你过来一下。杨大哥，你怎么出来了？没事吧？啊，我没事。魏姑娘，我要拜托你一件事儿。你马上去找一下宋朝来宋队长。找宋队长？对，你就说我说的，让他代付担架，再带几个人过来。为什么呀？魏姑娘，相信我，一定把我的话告诉他。来不及了，你赶快去吧。好，我这就去啊。好。杨大哥，怎么了？没事，没事啊，兄弟。快走，走，快点，快走，走，走啊，快点，快！哪一几个？老爷，哎。没看见老爷正忙着呢吗？没眼力见。老爷急事儿，先去。走。怎么，黄金叫我过去？不是，是黄协军宋朝来把那野小子给带走了。啊？带走了？是啊，在哪儿去了？黄协军中队部。一共几个人？四个人，一个通缉令上的姓杨的，还有那野小子跟一个人抬了个担架，担架上还有一个。娘的，让他先抢了功。不行，我找刘二婶，说都说到这。哎，老爷老爷，千万不可呀！那药铺子是咱们的，人是从那儿抓走的，这让刘二水知道了，咱怎么解释啊？哼。我不去，他也得怀疑我。老爷，没关系，他不提咱不说，他要提咱就拿段兰中当挡箭牌，就说他贪财，私自给八路和抵抗分子指上。这个段老四，你给我警告他，往后要是再收留抗日分子，我就收了他的药铺，叫他滚蛋，让他喝西北风去。是，去吧。杨旅长，这小子净耍心眼儿啊，还让我跟他去杀鬼子救人质，就站着我有点战斗的经验，我要没有经验跟你一块去，这不全栽在里边了。是，我是耍心眼了，可我摸着二喜二妮儿他们在哪儿了。你们要有能耐有本事，一个八路一个二八路，你们问出来了吗？于大喜，就算你知道他们藏在哪儿有什么用啊？你以为这宪兵队是青石瑶土巷子呢？想进就进！别跟我说你们那套，我要是怕死，我于大喜就不会进城，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跟我一块儿去的，我自个儿去。于大喜，你站着，冷静点。站着干嘛？啊？站着继续听你们跟我胡扯是吗？现在二喜、二妮儿，他们肯定在里边被鬼子给欺负呢，你们也忍心呐？杨大哥。你是个啥八路啊！当初我就不应该。大喜兄弟，大喜兄弟，你听我说啊，越是这个时候，咱们越得冷静下来。如果那么冲动的话，是去白白送死，你明白吗？得了吧，他们还不是因为你才……你别急，你别急，大喜兄弟。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兄弟，你能不能坐下来？
我把我的主意跟你们都说说，啊，坐下吧。这是柳条沟铁矿周边最新的火力分布图。太好了，马上把它交给分区地工科。嗯，是。乌岩走的地点摸清楚了，就在宪兵队的西跨院，后门就是梅小姐。嗯，你通知一号、二号、三号交通站，让他们挑选最精干的特种队员，携带手榴弹、捕获枪，明天晚上在陈记庇护站集合。您是准备捣毁鬼子的乌岩所？嗯，我们要尽快把我们的姐妹们救出来。明白。这是个好办法啊，杨大哥，你果然有能耐，要不你能当八路连长啊？秀儿，你就教我鬼子话，我聪明着呢，一学就会，啊，这事儿准成，就这么定了。哎，不对啊，万一鬼子不按咱们的套路问，露馅了，咋办？大喜兄弟说的对，所以锦绣姑娘。咱们一定要把鬼子可能问到的问题事先都想到，到时候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我是想，如果遇到意料之外的问题，只有你能应付。杨连长，没问题。不过咱们上哪儿弄鬼子军服啊？这都好办啊，杀几个鬼子不就有了吗？容易。你以为这小鬼子是纸糊的呀？想杀就杀，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能占大半个中国？大喜，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再那么瞎折腾，有可能不光救不了二喜他们，还会害死他们。杨大哥，你让他折腾去，他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好，好，好，秀儿，我不折腾了，我听你的，跟杨连长的还不行吗？杨大哥，我先回去了。记住了，我叫郭大牛，区小队的民兵郭大牛，是我把你给救了。你，我，你，是我把你救了。你王八蛋！哎，不是，你怎么还骂上我了？不跟你一般计较啊！你这脑袋让人家小鬼子打坏了，是我从青石窑把你背回来的，还我王八蛋，没我你早死了。我就是死。死也不让小鬼子救我，给我把刀！我是鬼子，把刀给我！醒了，赶紧泡，脑子还坏了。铁锤，你醒了？你看看我是谁？你看看我是谁？我找到二喜、二妮儿他们了，我找到他们在哪儿了。二妮儿他们还活着，锦绣和杨大哥也答应救他们，也答应救他们了。他们没死，都活着。魏豺狼又派管家来了，请您过去赴宴。不去，刚才我们在。哎，是。哎，等等，隔壁茶馆看怎么样了？啊，有点眉目。这青石窑茶馆是百多年的老字号，单涛是东家的女婿，去年年底接手的这个茶馆，东家一家现在都不在本地。大山，我坚信
他就是。不会吧？这个单老板平时蔫了吧唧的，怎么会是八路呢？蠢话，看人只看表面吗？八路军的情报人员精明着呢。明白，我再去查。去吧。起来了，舅二妮儿，傻鬼子！你看你连站都站不稳，你咋救啊？赶紧歇了吧，快点！舅二妮儿，傻鬼子！哎呀，铁锤，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杨大哥金秀答应帮咱们救他们，办法也想好了，咱们很快就能把他们都救出来。啊，快歇着，把伤养好，快快快快快快点！等养好了伤，咱们再救他们，好不？哎，来，好好歇着啊。啥？鬼子军服？对，宋队长，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弄几身鬼子的军服？最好啊，有个卫冠的。你要鬼子军服干啥？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说咱两家这买卖挨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今儿我可是头一次来。你们坐，请。慢走，客官。从昨天的情况来看，这个杨连长八成信得过。这主意倒是不赖，可是，万一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秀儿，我不怕，只要能救出姐妹，我魏金秀冒死都可以。那你们一定要好好计划一下，千万不要出现什么差错。放心吧，回头我跟杨连长再好好计划一下。是，你们好好计划一下。哦，对了，我有一个手下叫钱儿，在新兵队做过外勤，他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也会问问他的。太好了，那咱们就多方打听一下。走。前几天南大巷子出大事儿，你知道吗？出什么事儿了？你还跟我装啊？啊！我都看见你拉着驴车去挡道了，怎么样，跑了吗？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是说我跟他们一伙儿的？你看，你看，怕啥？远亲不如近邻，你怕我去告你啊？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这个？你看出来了？准是。行行行行，我给你兜门子了。兴许啊，一会儿太君还来吃饭，咱还得接着装孙子伺候着。走了。赵老板没事常来啊。好，老子，走。客官，您楼上请。老板，他怎么来了？想来摸摸咱们的底，请求分区狄公哥查查这个人。我觉得他不一般，一直在盯着咱们。他盯着咱们？嗯，明白了。哎呀，这秀啊，只上了三年半，这小鬼子硬把医学院给解散了。后来秀儿啊，去了外国人开的教会医院当了个护士，
你说这秀在北平这么多年，也没个相好的哈。放你的狗臭屁！秀跟我定我娃娃亲，他咋能在外面整相好的呢？啥？和你娃娃亲？咋的了？四叔，你说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做梦跟这去想！你说谁癞蛤蟆呢？你是癞蛤蟆！再说一句，秀他再说一句，我听听。回来我再收拾你。铁锤，咋回事啊？啊，快起来，快起来！你跑出来干啥啊？就是你啥鬼子？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已经合计好了，你怎么这么倔？松开我！就是你啥？行了，杨连长，你看见了？这小子跟他爹一脾气，都一根筋。铁锤兄弟啊，你可不能胡闹啊！都别管他，让他自己去。铁锤，你别犯倔了，老老实实待着。你还没找到鬼子窝，自个儿就先趴下了。走走走，我尝试一下。松开，走。四叔，你赶紧回去，有人在诊所等你呢。那好嘞，我过去了啊。杨大哥，我有事跟你说。好。宋队长答应了。嗯，不过还要等几天。好，灰姑娘，等几天咱们就等几天。这慰安所里面的情况，咱们必须得完全摸清楚了以后才能动手，要不然会很危险的。我明白，慰安所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宪兵队驻地啊，以前是我家老宅子，小鬼子来了之后呢，给占领了。西跨院临着北小街，进出倒是挺方便。宋队长说了，他会设法进去给咱摸清楚情况。回头呢，我找白军医劝说他，让他搞清楚小鬼子里面的详情。这点很重要。哎，秀儿，咋样？弄到鬼子衣裳没有？你着啥急？还要等两天。还要等两天？再等两天，二喜没准他们就……不是，秀儿。不能再等两天了，你得赶紧想一办法。对呀、啊，行了，你俩别说了，你俩能你俩去，反正我尽力了，我管不了。嗨，说说就急，你要是关里边，我活了命都得救你。大喜，大喜，你听我说，魏姑娘其实心里很着急，我心里也很急，但是咱们不能着急，啊，不能着急。这车上可能有衣裳，就算没有衣裳，有这几个鬼子的也行啊。行是行啊，你说咱没枪没啥，怎么弄啊？我这不有百宝囊吗？百宝囊？哎，里边有什么呀？我瞅瞅。哎呀，甭管了，咱俩上前面二里沟劫小鬼子，走。哎，不是，那你说清楚，百宝囊里到底有什么？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不对呀、啊，我是二八路，你得听我的。跟着我，走啊！你干什么的？大太君，我这肚子太疼。哎，都给我们扔！哎呀，这都快快让开，让开！哎，把枪都给我放下！你已经被包围了，我数到一，就跟这两个日本人一样，快点！快点！
别杀我！别杀我们！我投降！二大爷，我们投降！投降！别开枪！我们投降！你说什么啊？干什么不好？大汉奸啊！啊！说，混混我们日本人，混混中国人！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气死鬼子，就混个饭吃！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大爷，行啊，看在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份上，今天我就放了你们，赶紧滚，记住！ 以后别祸乱票。行行行，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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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选啊！啊，以后你来，净出馊主意。以后每回都我来。哎，你怎么摸鬼身上的东西啊？ 说啥来着？全是鬼子的衣裳。哎，我瞅瞅，正好。这衣服不行，袖说了，衣服这块得有星星，有星星的才是小鬼子头穿的衣裳。管他带不带星呢，拿回去再说。那也行。粮食怎么办啊？肯定是抢老百姓的，咱得给老百姓送回去啊。你知道哪儿抢的吗？不知道。那送个屁！不是，那你说这粮食怎么办啊？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藏起来！我跟你说，县大队上政治课的时候说了，缴获鬼子的东西必须交公。啥是公？你告诉我啥是公？我又不是你们县大队、县小队的，你有公我没公，以后抢来的就是我们的，赶紧走吧。嘿，对对对。 已经反复说过了，我不能帮你这个忙。白君夜，秦世尧。 肯定是青石妖的抵抗分子干的。必ず捕まえるんだぞ。啊！嗨！他答应协助你了吗？没答应。啊，没事，一秒钟的事儿，咱们。 再想想别的办法。 像那天我们从药铺抬出来那个，啊，还用这个想偷袭鬼子。
没事了，你们先下去吧。是。胆儿挺肥啊，大白天就想动手啊？再砸碎，还分时候啊？当然得分时候，你不分时候，这不抓到我这儿来了？时候正好，老子送你上路！ 你小子挺有种啊！我告诉你，就你那么点本事，还想杀鬼子？给鬼子塞牙都不够！有本事你松开老子试试！起来！伤好了也是白给！老子有声音，弄死你！你给老子听着，你叫赵铁锤，青石窑出来的，之前藏在珲春堂药铺。 现在在金秀家诊所，是不是？就是你大爷，怎么着？走！来人！是。带这小子回来的，除了你和这几个兄弟，还有其他人吗？随大头，还有贾根生。 白大眼、三德子都是自己兄弟。嗯，你确定没人看见吧？我确定。我们都绕着小巷子过来的，还有队伍也没啥人。你跟其他几个兄弟说说，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说出去。知道，这些都是自己兄弟，放心吧。我猜对了，就这意思。没事儿。这小子还真有点三脚猫功夫，踢死我了。 では、你们把他看紧点儿，我还有事儿。是。坐下吧。ここ数日で、彼は計5回外で診療。一番長いのは回春度の1回で、1時間40分滞在しました。抵抗分子を治療し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 ハンさん、すぐに薬局に行き抵抗分子を対応しろ。はーい。佐藤君、すぐに診療所に行き川口軍医を連れてくるように。 君之命前来搜查啊！范娘，哎，带着弟兄们给我好好的搜，挖地三尺也得搜点东西出来啊！哎，走！你也去啊！韩队长，听说您荣升侦缉队队长了。 我这儿给您道喜，哪里哪里啊！哎，我说段老师，哎，听说有一个太君军医到你这儿来过，来过来过。太君军医呀，也懂咱的中医啊，所以经常来找我切磋医术。真的？真的真的。那太君找我还能干什么？队长。 没搜到，什么都没搜到。杀出那是干嘛呢？段老师啊，哎，我可告诉你，以后凡是碰到嫌疑分子，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侦缉队，明白了吗？明白，明白。走。
橋本中佐、川口軍医が来ました。橋本中佐、何かご用ですか？ 川口君、君が私的な理由で中国人を診療していると聞いた。そうなのか？忘れたのかね？君は帝国軍の軍医なんだぞ。忘れてはいません。しかしそれと同時に帝国軍軍医に先駆けて、 私は一人の医者であります。患者を助けるのは全ての医者の職務であります。貴様の職務は帝国の将兵、軍人の命を救うことだ。中国の劣等民族を治療するものじゃない。まともな思考を持つ医者にとって国や民族は関係ない。あなたの考えはただの偏見だ。バカ者、貴様が治療した中には帝国分子がいるだ。知っているのか。バカ者、橋本中佐、 私はあなたの部下じゃない。この行為の代償を払ってもらいますよ。バカ野郎、今ここで貴様を艦長として処刑するぞ。やってみなさい。私を知らなさい。言っておくが、木村大佐にこのことを知られないよう気をつけることだ。バカ野郎、落ち着いて。 誰か、はい、はい、来い。橋本閣下、川口は木村大佐が特別に東京から呼んだ軍医です。このようなことをされては、大佐ともあろう者が先民を診療するような帝国の恥をかばうと思うか。 都挺平静的，他们俩应该没事儿。哎，停！
院长，看，枪有了，鬼子衣裳也有了，咱们今晚就可以去救二喜他们了。郭大牛，哪来的？杰的，杰的。谁啊？宋朝来。宋队长。宋，这。走吧。快快进来。咋了？你绑上了他。绑着他干啥呀？先进屋说吧。快，别说了，屋里请。这边啊，走。宋队长，不管怎样，我们要设法救出我们的姐妹们。宋队长，我跟魏姑娘合计过了，这事儿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做不了。我这儿倒没问题。慰安所的姐妹们，我们必须设法全部救出来。那当然，既然救，咱们把这些中国姑娘全都救出来。拜托了，宋队长。